傅，我想知道我的弟子莲花24330，业障比例24330，对，24330，三三零，二四三三零，二四三三零，对，24330，哦，还在，莲花还在，嗯，我的业障比例是多少吗？26。26，然后我有没有灵性啊？属什么？属猴，1968年。有灵性啊，有灵性在你的肠胃上面，对对对，肠胃一直不舒服，还影响，对对对，还影响到你的妇科，妇科也不好，对对对，听懂吗？要好好的，赶快把它念掉吧。能。我要多少张房子吗？多少张房子？84张吧。好的好的。然后放生呢？放生300条鱼吧。好好，感恩感恩师傅，您辛苦了。好，感恩感恩，再见，拜拜。